OK， 咱们继续来看比赛。这把换战方的话是一手普陀，对战方的话是一个大唐。普陀打大唐的话应该几率非常大哈，因为这个普陀山的话向来都是这种物理系的一个克星，那更甭说是吧，碰到这种地中地的一个大唐官府这种门派。对战方继续出，双方的话前期都在打运营，观战方的一个人物也是没有着急出手。观战方这个普陀的话打得很稳啊，对战方平 A 过来，他瞄的还出了 miss， 你这大唐这么高的一个命中是吧，出了一手 miss， 你这怎么弄？观战方给对面套上紧箍咒，这个紧箍咒的劲头不是很大是吧，你这每回合掉这么点血，观战方继续补紧箍，对战方继续出，对战方还是继续拉配速，对战方的话是踩了一手干将，看一看这手干将的话对战方输出这么高是吧，他要干什么？对战方踩着干将直接扫过来，一手三扫直接出了连破，观战方的话感觉掉了一层，观战方感觉掉了一层浮皮是吧，什么也没用啊，这观战方我靠几乎没减血，三扫过来他喵的掉了有四分之一血吗，这是观战方再出顺法，观战方的一个硬件可以看到并不是特别强，对战方直接撒丫子就跑，观战方的话是吧，对战方没有逃跑成功，这样的话观战方疯狂折磨对战方，观战方战敌对战方又逃跑失败了，对战方后排宝宝被烧飞，前排宝宝是绿了一手，他喵的是吧，你现在在录着视频你逃跑，让咱的一个粉丝朋友怎么想是吧，作为大唐是吧竟然逃跑，观战方起灵动，还是没有逃跑成功，你别跑了呀干爹，哐哐就是干是吧，手里不是还有巨剑吗，赶紧甩出来是吧，虽然对战方人物有点矬，但是对战方的一个宝宝还是非常争气啊，对战方人物的话是被紧箍咒紧倒在地，但是对战方的话是肯定没有希望了啊，对战方宝宝狂绿，观战方分光给到混沌球，观战方实在是打得太舒服了，毫无压力啊。